又是我汽车中介小吴杨总，今天给您推荐一辆更加适合你的车，它叫高尔夫，跟那个时尚区扛把子大湾区啊，那个 Brody 来今天聊一聊这辆高尔夫的车，因为我当时在买车的时候，其实高尔夫也是在这个选择范围内，其实高尔夫应该是在所有想买车的人的选择范围内，应该都考虑过，除非那种想买百万级的车可能不考虑，但正常家用的话高尔夫确实在内。先说这个车价格，次顶配还是次次顶配不太记得了，次顶配那就是、哎、对对对，那就是入门版了吧、哎、啊没有、啊、它好像有四五个档，还有一个阿赖的十七点多吧，哇那也不便宜啊，原来以为就日本车呢，嗯，它那皮比较薄啊、嗯、车漆，后来我发现所有车都一样，都薄，对，比如说你开门，嗯，然后你下面有一个，你不是很大力哦、嗯、你是慢慢的开，然后稍微、嗯、它有一个阻尼，有个阻力、嗯、然后稍微孔啊，就掉漆了。车漆很薄是你买来之后才发现的。对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后备箱。后备箱太小。啊，我原来看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车就、哎、反正我也有后备箱就可以了。后来不是，原来毕竟它不是三厢的那种轿车。但我那行李箱一个，因为我经常出去拍穿搭，应该只能放一个。对，就那个很大的行李箱只能放一个。哎，确实这个应该，因为我觉得20寸大概24寸应该就是这么大。对。但是它可以放倒，全放倒都可以，就后排放倒吗？对，后排可以放倒，就刚刚说车漆薄嘛，嗯，但它骨头是蛮硬的，就车有软骨头吗？不是，原来我是、嗯、我想象说这个车应该也就那样吧，就搞不好碰一下整个车就散了、啊、但是我那天我不是之前出过一个事故嘛，嗯，给人追尾了嘛，嗯，就有凹有损，嗯，但是呢我还能勉强的开到深圳来，然后去 4S 店修，不追个尾不至于吧？回头给你图片吧，嗯，放在这里啊、嗯，给你看一下后面那个车，烂掉了，整个车头烂到前轮，是什么车？宝马应该是二系了。宝马，你把宝马撞烂了？不是他撞我，怎么我撞的？它虽然是贴了一个黑膜，里面呢它不是完全挡的，它是网布，对，那你夏天呢、嗯、你开空调还是会觉得有点热，嗯，我一般夏天可能调到22左右吧，22度还热啊，它上面晒嘛，嗯，而且风速要开大一点，我没想到，我知道它可能会比较省油，嗯啊，因为我以前听说日本车比较省油，嗯，就是原来高尔夫也很省油，因为我一箱油能跑高速省油800公里，我没有800公里，就是理想情况下它那里有时候最疯狂的是，因为我高速跑下来才5点多，就是因为它车可能比较小，等它走了、嗯、这个无人驾驶巴士上坐了个司机，哎，司机真的没在开，没开的，不开的，这个车是一个无人驾驶的巴士，就有时候有些弯路我感觉过不去，但没想到哎过去了，稍微慢一点还是能过去的、okay. 可能大一点的时候包括你的容放，嗯，可能就过不去了。 OK， 还有什么意外的发现？意外的发现就是养车成本应该很低吧？那不低不低，看你怎么养啊，你怎么养、啊、就我散这种散养的话呢就很容易出事、嗯、就因为停车位紧张嘛，啊、嗯、我很羡慕你那里，你知道吗、嗯、哇塞，那都是车位，嗯，我家楼下没什么车位、嗯、然后经常有时候没得停，你被迫要去停到一些地方，马路边，对，低消500嘛，就是低消500，高消呢？高消就是你停到人行道了啊，1000，你有没有贴过最贵的？就1000嘛，你停人行道，对，时尚区 UP 主敢停人行道？不是那个时候是，啊、别紧张，方便还是说能让你自己的腿伸得更长啊？原来你就哇，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或是回到家之后在地库先停留个10分钟，你家也没人啊、嗯、你干嘛在地库？哇好惨好想哭啊。有没有觉得就是你看你这个有了车以后送妹妹回家也更方便了？我基本上不送妹妹回家，不是女朋友送干嘛？
户外空间没有我想象的小，但是其实没有很大。我觉得可能坐长途的话会有点累。上面倒是挺高的感觉，上面还可以，就这个就是两厢车的一个挺好的。不一定，特斯拉的后排上面我觉得很低，它的内饰其实挺有高级感的。你比如说这个应该是碳板的一个门把手，就内饰它可以让你触摸到的，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软的材质。设置，个性化轮胎，电子稳定程序，保养，出厂设置，组合开关。当前油耗，平均油耗8.3，该说不说老杨。等 Brody 发达了以后把这个车收了应该还可以。然后他刚刚说他高速路上追过尾、啊、可以再倒一雪。保不保值这个事情就是其实一方面是车好不好，但更重要就是需求量大不大。高尔夫也是一样，高尔夫如果没追尾的话该说不说也是个保值神器。要不先开个价听一听，要不先开个价哎，此时此刻15000公里你如果要卖多少钱？卖啊也12-13。没 Brody 可以给你，比如说你先付个10万，剩下的2万你分期。现在是卖车节目是吧？可以吧？认真可以考虑一下，确实是一个值得考。哎，身边哪有朋友有这么新的车要卖啊？现在我没有要卖，没有，缓缓圈套。该说不说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管你买的什么车，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你的活动范围从你们小区变成了整个城市，甚至整个省，是吧？对，就是有时候真的就是坐公共交通，有些地方就一个小时就不去了，但开车可能30-40分钟就其实在路上30-40分钟算很少时间吧。对，对不对？30分钟其实就去很远。以前像我们那时候喜茶还叫黄茶的时候啊。我们就跟朋友啊，喜茶的前身是黄茶，对，开车到东莞，嗯，去买，倒车镜也太他妈小了，这个倒车镜，对，这是一个我觉得也是蛮大的一个缺点，有点太小，这也太小了吧，这倒车镜，这位置调不对，完全看不到，对 ，mini 倒车镜，就我买车我不会考虑那种太小众的，就一个零配件，有时候还要进口啊，或者要等多久，其实那时候我还看过思域。哦，对对对，思域也还行啊，但思域哎，感觉太大街，有很多那种思域 boy， 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嘛，就给人家一种不太好的那种感觉吧。啊、嗯，但我觉得可能高尔夫箱在我心目中来说是比较，有点小低调内涵那种感觉。对对对。